想当不正当的，居然要搞死他。聪明。还是不能太嚣张吗？哎，还是当时丢命了。哎呦，还是他。哎，犹豫。对啊。先搞个银子。人间变凡尘，我这个。那个啥子哈？嗯，啥子？太岁的将军叫你穿的盔甲，知道吧？盔甲吗？哎，太岁。